I want to be daring, baby, dance the night away. I let my head down. 各位萤火虫的粉丝跟娱乐爽报粉丝，大家好。我们会把我们周围垃圾捡走，我们不能太多，我们会只捡我们负担得了的垃圾。是，对。达哥，我发现我们要捡垃圾，旁边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垃圾桶，就是很奇怪，大家就是可能不想投篮吧，可能。然后这段时间，我慢慢看到有些其他的户外影音的创作者，不管是不是因为看到我影片或不是都没关系，他也做了一样动作。我开始觉得正向的影响力不只影响了我的朋友、粉丝，还有影响其他户外创作者。如果你是户外创作者，你有在拍影片，我希望你跟我做一样，是依照我们的影片量、我们的粉丝量，可能台湾有上百万的观众、粉丝，可能有上千万的观看，都可以影响非常非常多的人，可以把许多山里面的最好的一面给呈现出来。那我们跟阿克一起来捡垃圾吧。OK， 好，我们捡垃圾完毕了。阿克，我花多久时间？大概一分钟吧。对，只需要花一分钟，一个影片只要花一分钟就可以做完这件事情了。我们不要大家捡一堆垃圾，我们只要捡一袋，一袋就够了。是，没错。光这一袋这边就是一路看过去就干净许多了。对，好，谢谢各位收看，请支持娱乐爽报和萤火部落。那我们今天讲的是，请带走垃圾。是，可以的话，请带走更多垃圾。征文呢？这一个钓鱼平台，它是24小时的。哇，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要不睡觉？可以啊。如果像有一些钓友他们上来呢，其实是钓整晚的。哇！我当初跟这个征文的这个伐钓的业者啊联络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我请问一下，我们可不可以在上面搭帐篷？”他说：“当然可以啊，但是大部分的钓友上来都是从晚上直接钓到天亮，不睡觉的，不用搭帐篷。但是因为我们明天还有行程嘛，我们要好好休息。”找一下我们这个鱼湖，征文水库竟然有这么棒的钓鱼平台哦！对，比想象中大很多很多。是是是，那你在搭帐的同时呢？哦，你是露营达人。好，對，我搭帐。对，那我是钓鱼加菜。对，我钓鱼加菜。OK OK， 那我们分工合作。好 ，OK， 好，加油。OK， 加油。To be daring, baby, dance the night away. I let my head down if I want. Don't you just get tired chasing fame and being pretty all the time? Doesn't sound like fun. You can do better. Let me show you. 好，现在已经搭好我要睡的那个吊床加蚊帐了。那因为天气很好，所以我就不用搭个天幕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今晚的家吊床啊，他们的帐篷，我们现在准备来钓鱼。哇，我超肥的，这好像比回灰巴浪还要咬哎！想不到池钓也还蛮好玩的。哟，哦，这个需要，这个有了，这个有了。哎，有耶！真的传说中的一样好重。今晚加菜的任务完成。今天晚餐第一个吃火锅，火锅青菜，火锅料还可以吃火锅，就是最简单、最基本、最不好的哦，最朴实无华。对，但是你要介绍一下加菜的菜色。这个是我们今天加菜的菜色，但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外面买的，这个是刚刚在旁边钓的。烤鱼你负责，然后火锅我来负责。啊，是啊，这样就是一个烤肉网。哇，这是一个烤肉网，这是一个烤肉网哎，放上去就好了。对。哇，好酷哦！对，最重要就是啤酒。干杯，干杯！哇，吃火锅，烤一些我们刚刚钓起来的鱼，所以火锅是野营里面最常煮的料理，因为绝对不会失败。哦，有道理。对，全部都放进去就对了。对，因为它不会太焦，太熟也没关系，因为火锅料都是可以煮。真的。小取腰鱼比较小啦，但是我们就是取对适当的分量，一人就一条两条这样子而已。来试试看好了，没有过量啊、哦。我也没吃过哎，你有吃过吗？没有哎。来来来，那我来试试看，我来吃一下这个现钓现烤的取腰，重点是自己吃自己钓的鱼，自己现烤现吃，蛮特别。今天那个瓦斯炉又改装了，刚刚是烤炉，改装成现在这变什么？蜡烛灯。
大哥，你这不是真笑了吗？这里电灯这么亮，你点个蜡烛灯要干嘛？但电灯看不到火焰啊。哦，就是想看那个火焰在那边摆来摆去。有道理，那好像是那种气氛灯的感觉。对。现在是清晨4点多，我们起床了。像去打抹光啊，就是晨昏时间，天黑就出门。这是我昨天睡的睡帐，昨天这样睡还好，没什么问题，蛮舒服的。但是清晨就是到半夜就会冷，大概3点就很冷，还是要盖着睡袋。他们睡的那个登山帐，可以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平台，地上是水泥地，然后上面就是雨棚啊，然后有个淋浴间，昨天晚上也有淋浴。这边是他上下船的地方，所以船都开到这边，从这里再走上来。这是他的厕所，我们在这边洗浴室洗的澡。天刚亮，这时候云的警戒性比较低，而且他有时候可能出来吃东西。这时候呢是钓鱼最好的时间，而且再就是。不会热，这个时间点很重要，就是看得到有照明，但是又不会热的时间。暖身结束，准备出发。撞车一尾鱼虎，对，我们刚刚那个然后你把那群鱼虎从外面一路赶掉拼命丢，然后赶到最里面去树丛了，爸妈还是不咬，拼命咬到那个小的鱼虎、啊、那鱼虎像香槟一样挤成一圈，就在我们面前游来游去，鲜红色的。但是，所以现在去找另外钓点，看不出来一个爸妈有尽到了父母责任的鱼虎。一直往鱼虎群丢，就中到一只小的鱼虎，哇！看到？有一只。在我后面抱了一下，可是我刚好抓痒，没有咬到。然后第二只跟我跟到脚边，大概有50公分这么大了。哎呦，这个跟过来！哎呦，就在这里。它跟过来，跟到我面前。哎呦，那个叫谁比较有兴趣？就对。对。
just wanna get close to you. Yeah, I wanna get close. I'm a fool. I know. Are you thinking about us too? Cause I don't know. Are you missing it just like I do? I shouldn't care. Are you worried about me too?